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ack 林伟明。我非常爱你。其实我经常被朋友说我做事情想太多，顾虑太多，很难做决定。据说天秤座的人做事情犹豫不决，总在两个选择中徘徊，下不了决定。不过这次我已经决定了，我不要再想太多，不要再想太多，我不要再想太多。但是为什么我还要唱这首《想太多》呢？再不再想太多，只要专心比赛。你笑着说他是朋友，但你眼中太温柔，我的不安那么沉重，只有你不懂。他霸占了你的心中，属于我的角落，所以你说我们不是你和我，是我想太多。你总这样说，但你却没有真的心疼我，是我想太多。我也这样说，这是唯一能安慰我的理由。我想我没有错怪了什么，虽然你不说，错是错在我，太晚我才懂，爱了你太多。听你这首想太多，你尤其真的有点想太多了，音准要唱得准一点，气氛要掌握的掌控的要更，不要这么切切黏黏的，因为你唱得太小心翼翼了，尤其它的节奏上，你的节拍下拍的地方，这首歌要再多练几次了。好，谢老师。Jack， 如果要讲好又没有很好，要讲很糟糕也没有很糟糕，那你好的地方就在你有一副很讨喜的脸，很真诚的脸。谢谢。然后唱歌的部分说不好又一点点，就比较生硬了一些，所以谢谢你的老师，我觉得老师把你教的已经不错了。谢谢。其实哦，我开始对那种没有外形的参赛者有点担心了，我发觉这一届完全调转过来了，帅哥原来还可以唱得不错的，加油。谢谢谢谢。我觉得你唱得非常的拘谨啊，就整个语气都不放松的，而且就导致在很多地方的时候，就因为不放松，整个感情的表情东西都好像不太出得来，太小心。对 ，OK， 谢谢。评审请打分：谢彩云6.5分，黎生明6.5分，康小康7分。管起源5.5分，总分是25.5分。要为 Jack 加分的话，赶快拨打他支持热线1373，或输入 Jack 再传送到33399就可以了。
哎 ，Gary， 你入行那么多年啊，其实有没有用过“想太多”这三个字来打发我们的媒体朋友呢？没有，我们关系非常的好，而且呢，我是有求必应的。比如说，我不介意自动爆料啊，跟可以为了这个王力宏或者华仔呢变成同志。哈，此 Gary 好像非彼 Gary 哦。Example 啦。哦，这也对啦，然后说话要够劲爆，才能上头条，对不对？你要多多向人家学习。是的，我会的。那马上我们来看看 Cliff 郑志伟的介绍片段。